天来地里看一下我家的李子熟了没有。我家的李子长得好多啊，密密麻麻的，看一下。而且这个李子长得还挺大一个的，摘个大李子尝一下，就这个吧，看着好诱人啊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李子还挺甜的，稍微带一点酸，可能还没有成熟吧，挺好吃的。这个还脆脆的，啊，这李子呢？啊，老哥，这里还有好多呢，想吃多少，妈给你摘一个。好不好吃啊？啊，都快咬不动了，老师傅，看他的表情，这个李子还是稍微有点酸的，没有那么熟。吃这个，这个好甜。哎呀，好不好吃啊？对于我而言，这个李子真的太好吃了，酸酸甜甜的。我找几个熟了的、红了的李子，稍微好吃一点。哎，哪个？在哪里？这个，这里有一个。看，这个李子稍微有点红了。不管了，先尝一下。嗯，这个稍微李子有点红了的，味道还更甜一点。嗯，吃起来好甜呐，看。你看，这里有几个红了的李子，还挺大一个的。看，这几个应该很好吃哦。来吃这个，这个甜一些。来，爸爸妈妈不能下去，干嘛？你去拔草，快去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这里好吃，这里一个红的李子，红的，你看一下好不好吃哦？来上来，哎呀，尝一下啊，甜不甜啊？好不好吃啊？我看你的表情应该有点酸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还好吃啊。嗯，还挺甜的。走，走啦，回去啦。这些李子差不多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熟了，就可以有的吃了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那你啊。